老师您来了。哇、阿拜多斯的大家寄来了礼物，我们刚刚正在讨论呢。哦，老师您居然知道。对的，这个就是最近非常受欢迎的佩洛洛大人联名周边腹肌果轮啊。据说还是白子从黑市里找到的。啊，健身用品，也就是说这是训练用的器械。很好，保持身体的最佳状态是很重要的。而且这个设计也搞不懂，为什么这种长相奇怪的河马能火啊？还有这玩意的拦路真的没问题吗？还是不是闷呢种东西的地方吗？那种东西，小春妹妹，你指的是？我什么都没说，你别乱想。哎呀，啊！虽然我很喜欢佩洛洛大人，但健身实在是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。我还是实际演示一遍吧。不对的话容易伤到自己啊。嗯，训练也要注意热身和防护。就是啊，姿势是很重要的。看我干嘛，不许乱想。不如大家一起来试一下吧，有老师在一定能好好指导我们的。那么就麻烦老师指导一下我的动作了。停停停，给我停！你那是什么声音啊？为什么用腹肌管要发出那种奇怪的声音？啊，我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啊，可能是滚轮自带的音效吧。再看看滚轮啊！不信的话那小春妹妹自己来试试看。看看吧，这种事情对我这个精英来说轻而易举。哎，不对，老师你看，哪有什么奇怪的音响啊，就知道是坏子在乱说。谢谢小春妹妹的示范，小紫要不要也试试呢？嗯，我也对这个可爱的生物，不是对这种新颖的训练方式感兴趣。好厉害，不愧是小紫。这种训练对于作战也挺有帮助的，而且没想到训练道具能做成如此可爱的形态，很优秀的设计。虽然是很可爱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实用性。小紫喜欢的话之后也可以借给小紫用的。哦，老师要不要也尝试一下呢？确实，有老师亲自给我们示范也会更有指导价值。说起来老师的腹肌是什么样子呢？嘴上是吃什么呢？住口！你这是什么姿势？不该辱骂！死丫！老师，需要我帮忙调整体态吗？